很老火爵士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相信他会原谅我。然后我第二个想法说，李玖哲应该会跳舞，还是因为你常跟 Maggi 他们在一起，所以我都觉得你会跳舞。在 Maggi 我就在后面，耶耶耶，哟哟哟，也不跳是有一个原因，因为我看你很会跳舞，很会唱歌。对。我就觉得，哎，我也要挑战我自己。结果我就发了一个跳舞的 MV 跟跳舞的歌，后来被大哥骂两个小时。哦，腹肌呀、啊！等一下，我在记。你刚刚有化妆吗？这个有化妆吗？哎呦，哎，真的哎，真的耶，这是真的。是说想看腹肌的男生，你有吗？摸一下，你已经摸我，我摸你，不行。OK， 下次就裸体跳，我陪。哇，这不要浪费，知道吗？这个胸肌啊。最后一次拍照是16年之前，16年，应该算是16年，所以我想留着这个 moment。哎，大家帮我们拍个，哎，你们拍好一点好吗？